据悉，今日下午一辆特斯拉在温州瑞安发生了和上次广东一样失控撞向公交车的事故。可以看到，这次事故导致两车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对于该辆特斯拉的异常行驶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究竟是车辆本身导致的失控，还是驾驶员自身的原因，目前还有待官方进行调查。